玩家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柱子。首先，请你挑选今天要连接的原因伙伴。好嘞，托尼，看看啊，上回我选我们林开开。嚯，没有人选过苏鲁，我要选苏鲁。苏鲁已被选择，请重新选择。什么？不是，那你让我第一个来干嘛？那个，你看我还剩哪个吧？看看啊。我林开开我已经选过了，那我选什么？男爵。大张伟与男爵达成链接，强大的易容术，对吗？大咖秀嘛，百变武侠，这是非常适合我的哈。选择完毕，走了。听见了，对不对？你选男爵啊？因为苏鲁不让我选了。为什么？不说有人选了，关键是咱们四个人从来没有谁也没选过吧？对啊。那居然那个人我说选苏鲁，他不让我选了。啊，那不知道怎么了，因为我本来想选玛丽，你不是还是留我的兄弟？那你就选谁？我最后选的是男爵。男爵，因为他的功能是喜剧跟魔术，都是我的强项。我走了。啊，那你没啊？我本来也不想选男爵。有请玩家秦霄贤链接。选完了，我也撤了。的原因伙伴，我还是选瓦力。确认吗？对的。秦霄贤与瓦力达成链接，棒棒的。选择完毕。这么快啊？好快呀、啊，这个。怎么着？你还是瓦力吗？瓦力。就喜欢这种人，就是说感觉就是感情特别的忠贞哈、啊，就是统一了，你就定了。我们感情建立上。对。有请玩家小鬼王林凯链接。我选择林开开。小鬼王林凯与林开开达成链接。选择完毕。选择完毕。我选了林开开，真假？真的。有请玩家萧敬腾链接。来历，请你挑选今天要连接的原因伙伴。豹男吧，还是豹男吧，可以吗？萧敬腾与豹男达成链接，选择完毕。